你价值可以高点，不用这么低啊，低了身体肯定身体自然会微微往前倾的，但头领正啊，不是往后倒的啊，胯要落胯，一定要落胯，悬和果和悬下啊，这个是一个叫刚才讲过的那个叫螺旋，就一侧知道了，两侧也是这样的，螺旋往下松，往后合，往前落脚要正，放松。好，然后双手啊，就讲我们讲到下面，我们大家都站好啊，站好这个腿法啊，手臂放松，完全放松，整个手臂啊，从这里完全掉下去啊，大家注意啊，我现在又讲一下这个手臂的作用了啊，刚才我们讲过这个落脚腰正拱桥腿的果核，身体腰胯放松这个作用，下盘讲过了啊。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这个手在我们刚开始站桩的过程之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条手臂啊完全放松挂下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叫我们叫以前有个挂钟啊，左右逛的贯中，它平衡的，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两侧里面挂的是刚好平衡，身体如果往后倒的话它就不平，往前俯也不平，所以中正落脚越正的话，这个肩膀是中正往下挂的，这个时候你的手臂啊它就会自然放松，如果身体往后倒了它也放松不了，往前倒了它也放松不了，只要到最中正安舒的地方，它的肩膀两臂往前挂，垂直往下挂放松。好，放松之后掌心要放空，手指要这样松开啊，不要这样勾拢，手指要松开啊，不要撑不撑直，松开，松开之后手指要手指尖之间都要指缝松开往下垂，好像我们在那个洗完手之后是个水啊没有擦干净往下垂的，不要挂起来掉在衣服上来，所以往下一放松，水珠往下掉往下滴。好，不断先放松，手臂放松，好，下面做到已经叫混圆了，那我们上面的混圆桩这个叫无极桩，那么无极桩只要下盘做好就可以了，那么混圆桩呢不仅要练我们的下盘还要练我们的上盘，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是直立的动物，所以说我们上下盘呢下面有啊圆球状，我们手呢双手抱起来又有圆球状，因为下面是练胯上面是练肩，那么肩与胯要合，以上面呢要服从下面，但是上面呢又是领统领全身的一个领正的一个上面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们双手抱球，上面也要先搂抱，先抱满它，把这球抱满，当我们双手抱满之后我们觉得这个双手抱满撑平之后，后背肩胛骨有微微撑开之意啊，这个是因为上下球线还没有合，先把它平圆，先把它抱起来啊，气有气有点往上拔，再然后随着呼气放松，承肩坠肘往下坠，哎，这叫肩与胯相合，上面的球落在我们的丹田上了啊，落在我们的丹田上了。好，双手环抱，承肩坠肘。有些老师说我这样抱太累了，受不了，我低点可不宜，可以，只是对我们上盘的开发没有这样大。那你当然可以，你如果养个身，因为主要练下盘，包括放松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刚开始练的话，你把这球腰尽可能抱球饱满。先要捧劲不丢，在不丢的基础上，随着我们时间推移累了，我可以放松一点，再往上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双手尽可能要捧而不僵，松而不懈，要有全身有抱球之感啊。中间呢相差
约一拳距离。有些老师说，我看有些老师站桩这么开的，要不要请？没有关系啊，只是我们松开之后，个人的习惯。但是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以我两球相合，因为两球相合有膨的话，对于我们后肩胛骨有撑拉松开之意。拇指呢要轻轻的领正啊，然后拇指之间呢，大家看到我们的球体应该形成一个圆球，而不是这样瘪的，不是这样瘪的，而是圆球，是拿非拿，这个地方都有弧线型的。手指中间就像要夹了个手指一样的，哎，松开来啊，微微松开来啊，也不要太粗，不要太开啊，不要这么太开，哎，微微的松开，松开就可以，不要并拢啊，松开，拇指轻拧，掌心要放松，手腕这里不要掉，不要这样掉下去啊，不要这样卸下去，因为你一旦你卸下去了，这里肯定要手腕处肯定要拧，所以一旦有拧了，你这个地方它烧结的气血就不旺，所以烧结把它拧起来的，把这个啊我们的关节呢，刚刚好属于松正自然的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抱球之后，当我们站桩之后，很多老师在站桩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上下高低，不要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顺其自然。咱们身体的高低或者左重或者右重，这些都是一些自然身体的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们双手两边是不一定完全平衡的，一旦达到平衡，我们的气血啊运转呢，它会达到一种最佳。但是刚刚开始，允许你双手忽高忽低啊，或者身体偏向右侧一点，偏向左侧一点啊，右脚上部一点点，右脚上部，因为每一个人的平衡能力是不一样的，周身的左右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找到内身的属于你自己的平衡，而不是从外在去表达我们的平衡啊，外在外形只是说我们在你双手基本上保持平衡状态，它是平衡的，个体会有一些差异。好，双手捧圆放松。啊，我听我一边讲站桩啊，你们一边去保持维持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们大家注意这个，我们继续讲要叫三领三合啊，一沉一中定。那么三领呢是这样，从我们百会一点，还有两个拇指之间三个点，好像感觉我们空中啊有三条无形的线。轻轻的领正了，我们不会东倒西歪。领正了之后，其他的关节捧圆，哎，完全往下放松了，往下放松。注意我们的三领就是两个拇指将百会，三合呢，因为你上面有领了，先有领劲啊，我们松才可以体现出来。肩两肩往下沉，捧圆，哎，往下沉，肩沉到我们的两胯，再往下折叠，沉一直往下松沉，中正往下沉，折叠沉到我们的两脚。那么我们两脚目前来说呢，你要全脚掌落地，全脚掌落地啊，不偏前不偏后，不偏左不偏右。刚开始站桩你就得这样，那么形成我们结构力之后，他的身体自然会感受到脚后跟稳稳当当落地那个感觉啊，这个就是你是慢慢到后面品，他会有一种啊略微感觉脚后跟受力多一点那种感觉啊，它是这种感觉而已，但是他受力是全脚掌落地啊，一定要了解，我们从这里入手。好，然后我们当我们啊三合做到之后，还有中定一定。定在哪里呢？叫定海神针，从我们的百会领正，从我们的尾骨处要垂直下掉，就像我们尾骨里面长了一个链条一样的，很重，一下往下垂，坠下去了，坐下去了，把我们的脊柱好像一节节的拉开来了。那么拉开之后呢，我们的两大关口呢，必须要把它开闸，哪个地方呢？就是上面的叫肩胛骨中间那个位置啊，两肩胛骨中间把它松开。
咱们也别管它啥是穴位，两肩胛骨处啊要膨圆而松正，然后呢一直往下做呢，两尾骨处也就尾闾上方这个位置也把它松开。那么中间呢是随着我们的上领下坐呢节节松正，好，中间叫啊三领三合一正，再继续讲细节啊，全身呢无处啊不求，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都不是没有一种瘪的，也是处处有球体感。从我们头虚灵顶进之后，下颚微微收啊，我们下颚好像夹着一个小球啊，两臂捧圆如抱大树。那么这个大树为什么要抱大树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球体，但是这个大树呢，因为是它是上下可以贯通了，因为我们手抱大树，我们脚呢也是在夹着夹抱大树，也就是上下形成一个贯通。那么它作为个体来说，上抱球也是形成一种抱球状，下也抱球。啊，腋下如夹球，松肩松背啊，往下坠，拇指要轻灵，背要蓬圆，两脚落地要稳。好，在我们站好这个桩的过程之中，我们的意念去不断的巡视我们周身各个部位关节是否松开，体验它，同时不断的去调整放松，以做到稳定踏实。当我们站桩一旦站进去之后，就形成一个就像我们整个身体它有一个捧劲，整个身体的捧把我们身体支撑住了啊，我们的捧的进入你就会形成了，从脚下的捧跟手上的捧它自然会形成。啊，真正的做到放松。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引导上放松，虚灵顶筋，头领正即可，脖子放松，百会与两肘间形成三角形，后背与两肘间形成对拉拔长之意，形成我们的胸要空，也就形成自然含胸，胸空而放松下落，后腰背为一张大弓，这张弓要松，丹田也就是小腹要放松而实，因为放松要实的话，它需形成有微微的内敛之意啊，放松而收腹啊，不是吸肚子，放松。那么形成因为合胯掖胯，掖胯下去之后，形成脚底落脚要正，尾骨处要活松活，五指微微抓地，
十，牙齿嘴唇合住。十，轻轻抵住上颚。松肩松背，坐胯，塌腰。落脚要正，关节要松开。松正而自然，可以闭眼，也可以不闭眼。最关键是寻找身体的结构力。我们站混元桩跟我们静坐，它有相同又有区别。相同之处，通过调整达到身心相合，而站桩是先通过外三合，再慢慢的形成内三合。通过身体的肢体的不断的沉重感受，以达到真正的整合。这个时候我们说身体的调整作用比其他更主动。去找到身体的结构里，也就是说突然间你找到那种一刹那之间，你就不觉得累了，不觉得很紧张了，这个时候咱们身体的结构力就会自然而然形成。要做到真正的放松，真正的固如金汤，感觉周身无处不丹田，意在全身，周身混合，以丹田为核心，周身辐射，人生无处不丹田。松肩松背松腰实腹，落脚正，两胯开，微微抓地，微微提肛，脖子放松，掌心放松，拇指轻拧，两肘下沉，形成肩与胯合，胯与脚合，心意合，意气合。最后形成整劲，感受周身所有关节松开，完全是通过身体的整个筋骨在那里捧圆，所有的骨骼关节松开。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气球一样的，它是通过气体膨胀的，也就是静气膨胀的。感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气球一样的，
哪里不舒服调整哪里，直到你调到你自己能受承受舒服愉悦为止。整装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循环，整装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整装通过久站，通过长时间的锻炼，可以治愈啊，医生不能治的那些慢性的，可以达到一种健康。但是站桩它相对比较枯燥，所以需要各位老师坚持。我们可以从站高桩开始慢慢调整，自然而然松正安舒。如果您感觉到膝盖不舒服，可以轻微的调整，突然觉得它会舒服了，那我们的微小的气血畅通了。如果你感觉到肩不舒服，轻微的调整它，也突然觉得感到舒服了，那就对了。咱们运动的气息不断地去冲刷咱们的所有的不通畅的地方，所以刚刚开始站桩的时候，你会出现这里酸那里痛这里不舒服，这些都是自然正常的现象。而我们作为观察者去观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反应，产生不舒服的地方咱们就把它纠正，让我们的误差越来越少，让我们周身的气血气流越来越大。要做到真正的放松，下坐松开，心里想着我要放松放松，
继续保持心静体松，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放松心体，放松面部，心气下沉，中正安舒，周身混圆，上下相随，节节贯穿，生活圆润，周身一家，心气下沉，周身捧圆，是捧非捧，松正自然，肩与胯合，胯与脚合，百会清灵，尾骨下坠，肩背松开，腰椎松开，两臂捧圆，掌心放松，手腕放松，拇指清灵，承肩坠肘，落脚咬正，松正自然，尾骨松开，丹田踏实内敛，后腰松开，继续保持内心安静，意松体松，心意相合，周身捧圆，上松下踏实，不断调整误差，形成上下相随，周身浑然一体，静静的去感受，
放松，放松贯穿于全身。面部放松，眉宇间松开，内心保持一种欢喜心，自然而然，心静，体松。一身中正，周身相合，好，缓缓睁开双眼，继续保持松正自然，心平气和。腰背放松，双手缓缓往下放松，慢慢的来，两臂松开，下沉，放松，下落，继续放松，打开，掌形成凹形，吸气上提，胯往下松坐。呼气下按，踩气桩，吸气上提，吸收天地精华，热月精华，进入体内，往下排诸身体污浊之气，往下按压至涌泉，继续吸气上提，呼气放松，
吸气上提，呼气放松，继续，掌心放松，吸气上提，呼气放松，吸气上提，呼气放松，吸气上提，保持心平体松，体态安详，吸气上提，呼气下按，继续，吸两胯下松，呼，吸，呼，继续放松，速度可以因人而异，放松，继续，周身混圆，继续，
最后一分钟。好，最后五下啊，吸气，呼，吸。呼，好，双手放松，继续感受，全身放松，好，缓缓重心，右移，慢慢收步，缓缓起身，慢慢放松。缓步放松，双手放松。如果您练完之后，关节